全国上下都在全力抗击新冠肺炎，大家都要和我一样哈，乖乖在家里宅着，防止疫情传播。千万不要给在一线冒着生命危险奋战、努力守护着我们平安健康的医护工作者添堵。宁可我在这里向广大的医务工作者说，你们辛苦了。好啦，轻松点，今天的节目给大家盘一盘 ACG 作品中的医生们。现实的医生们虽然不像他们拥有各种各样的超能力，但是奉献精神与治病救人的高尚医德都是相同的。だから遠慮なく思ったこと、感じたことを話してほしい。手に入る情報量が段違いだし、何よりずっと温かいはずだ。召喚令第2号。いや、今日からは違う。こんにちは。はじめまして。マシュ・キリエライト。罗马尼阿基曼出自命运冠位指定啊！为了照顾动画党的硬客，我就不在这里做过多的剧透。咱们从动画第0集里能看出，身为试管婴儿的马修只是被前所长当作工具人，而只有罗马尼阿基曼不离不弃，除了照顾他的身体，还带他领略外面的世界。医者仁心，莫过于此。哇，すごいですね。手のひらから糸を出しているんですか？こんばんは。今日は月が綺麗ですね。蝴蝶忍出自《鬼灭之刃》，用最无辜的声线撂下最狠的话，一听就是个老天然黑了。虽然大家都管他蝴蝶忍小姐姐，其实她是助理年纪最小的一个。由于身娇体柔，所以全点了用毒的技能，战斗方式轻盈灵巧，就像真的蝴蝶一样。除此之外，蝴蝶忍还是鬼杀队的医院蝴蝶屋的主人，负责全队的医疗工作。お願い、あの子を助けてあげて。できなかったら私、あなたを許さない。誰に向かって言ってるんだか。あそこは僕の戦場だよ。そして僕は必ず戦場から帰還してみせるね。今まで一人でずっと戦ってきた患者を連れてさ。凝土追魂出自魔镜系列，作为作品当中唯一指定医生，凝土追魂的医术自然是魔德书，正如他的外号凝土追魂的字面意思，就算是已经魂归天外都可能救回来。哦，原来是这样，上条大妈一直以来都用的是极限一换一的拼命打法，绝对是被瓜太医生精湛的医术给惯坏了。计划通。お礼を言いに来たんだ。誘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俺はここに残るけど、いつかまた朝、気が向いたらここへ。うるせえ！行こう！托尼托尼乔巴出自海贼王。如果要问草帽团的吉祥物是谁，毫无疑问肯定就是乔巴。乔巴因为天生的蓝鼻子被同类歧视，误吃了人人果实后又被人类歧视。收留他的希鲁鲁克言传身教，使他树立了成为一名医生的志向。库维哈佐教他成为医生的全部技术。虽然路飞一直说乔巴是应激食材，但大家都知道啊，他其实是船上最可靠的医生了。第四课，忍法創造再生、白毛の術を極めし医療忍者のみ、上気の掟を破棄できる。私だけの禁術。つまり、私だけは戦えるってことだ。花粉は陣飛んで消し飛んだが、医療忍者が一人増えたところで。4人でダメなら、5人で行く。私をただの医療忍者だと思うなよ。高手大人出自火影忍者，虽然吃喝嫖赌就占两项，还经常使用易容术躲避债主。但木叶村仍会尊称一句纲手大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怪力啊，不是，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医术精湛，更是因为纲手在关键时刻勇于担当。三代目牺牲之后是他站了出来，佩恩入侵的时候是他耗尽所有的 chakra 保护和医治村民。他的战斗力可能不是最强的，但对于木叶的贡献不输给任何一任火影。ほらな、セルティは素顔が一番綺麗だ。今のパンチは誓いの口づけの代わりな。
暗谷新罗出自无头骑士异闻录，楼下的池袋天翻地覆，楼上的新罗和塞尔提狗粮发的不亦乐乎。身为黑市医生，暗谷新罗高超的艺术水平在池袋小有名气，无论是哪个道上的都吃得开开的。他对医学有着恨胎般的执着，从小就沉迷解剖，可能由于天生的或者是老爸耳濡目染恨胎个性的使然，他才会对无头版的塞尔提爱得死去活来。放心，狐妖的职业是红娘，不是杀手。不过红红觉得你那肮脏的皮囊和身体里流淌的血不般配。翠玉玲出自狐妖小红娘，翠玉玲小姐的出场可谓是十分震撼，开场就展现了自己水质精的原型。她的专长是控制与血液再生类妖术，也因此成为了妖界著名的医师。蓉蓉的治疗术就是由她传授的，据她所说，没有什么病她是治不好的，看一次病那可是价格不菲，要不是红红亲自来请，她又怎么会给东方月初看病嘞？作为医者，曾经无数次面对死亡和离别，我也曾经为此流过很多泪。当第二天清晨的阳光照到镜湖的窗前，我会对自己说，还有很多生命在等待期望。别哭，妹妹，你看今天的阳光多好。端木蓉出自秦时明月，端木蓉的医术十分高明，因为居住在镜湖医庄，又被人称作镜湖医仙，看似冷若冰霜，实则内心火热。作为医生，他尽职尽责，曾经因为救治病人三天三夜没有合眼。同时呢，他也是墨家的统领，为人处事冷静果断，不过最后他没有听从师父最后的忠告，爱上了一个以戒为生的男人，以至于不顾一切舍身去护他周全。出自《虹梦蓝兔奇侠传》，豆豆是七剑之一羽花剑的传人，虽然在七剑当中战力和年龄都是最小的，但是他的艺术在队伍里可是不可或缺。豆豆因为机缘巧合下被已经隐退江湖的神医海明法师无意中救下，然后收为了弟子。再后来呢，法师算出即将有大事发生，便把毕生的医术化作功力传给了豆豆，豆豆接过了师父的衣钵，成为新一代的神医。好啦，就盘这么多啦，只是抛个砖引个玉，欢迎大家也分享分享你知道的 ACG 医生，希望大家能够借此机会也多多的关注声援那些在现实中为了我们的健康奋战的医生们，那些值得我们尊敬最可爱的人。虽然说加油很无力，但是作为普通人的我和你，每天保持快乐开心的心态，不聚众不添乱，传递点点正能量，也算是帮上点点忙啦。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记得推荐收藏关注一条龙，支持一下印子娘，尤其是特别关注